彰化县大村乡嘉喜村和大伦村的近百位村民今天集结于嘉喜村一处养鸡场前，强烈抗议该场长期排放恶臭。村民痛批恶臭不断影响日常生活，甚至根本无法好好吃饭，强烈要求业者立即采取行动改善环境问题。警方为防止现场冲突升级，派遣大量警力到场维持秩序。经过地方民意代表的协调，养鸡场业者承诺在两个月内完成改善工程，暂时平息了村民的愤怒。理事长主席，我相信无人愿意用家己的生活环境产生这种臭味在营区啦。不管是现在那边就味道很重了，你们说。所以我希望咱企业，就是按乡长讲的，爱尽到家己的社会责任啦。哦，即嘛希望企业顶个会听到，听大家的诉求，你咱尽力去改善。啊，随后咱嘛会请哦，不管是县政府、公所，会来加强注意相关的稽查。哦，以上。我老卡无冷气，我他门关关实在是会急死啊！冷气内底人了，拍到伫这边咯，要出超规间嘛咧查。就是，咱即摆即回就是主要，甲咱改善就好啊。对啦。咱目标在啥？哦，甲咱改善就好啦。比如讲，交地应酬的问题啦，切地时间，真爱关心咱嘉义村这个机场，这个臭味，这个臭味啦。改善好，大家就足好，钱赚恁赚多啲，哦，钱恁去赚，啊，恁这里这里臭味眼改善掉，生活环境就安好起来，啊，就大家就真好，有啦，哎，不同感想，不同感想，安尼对无，啊，是不真好，是不是安尼？哦，啊，最后一点哦，我咪要拜托。议员、乡长、主席，这回一定要赶到三间。彰化人彰化市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